在 IG 上传一则男子遭私刑殴打的影片，本会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调查，迅速陆续将影片中涉案的刘姓、陈姓及吴姓等三人起获到案，全案将依组织犯罪条例、妨害自由、伤害等罪嫌移送侦办。警方呼吁扫荡黑帮是当前治安重点工作，绝不容许帮派分子危害社会治安。对于任何挑战公权力的暴力行为，警方将严惩就办，绝不宽待。